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，是年轻人最好的舞台。新冠疫情什么时候结束？世界格局正发生怎样的变化？我们有能力应对全新挑战吗？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未来还未来，你想成为一个怎样的人？你当如何在这世界上立足？你要承担起怎样的责任？面对一万种可能，你的选择是什么？如果你还没确定，不妨看看他们选择。那年他们选择教育救国，创立复旦。那一年他们选择共产主义，迎来上海的解放和新中国的成立。那年他们选择溯江而上，支援内地的医学事业发展。那年他们选择挑灯夜读，成为改革开放事业中的中坚力量。这一年他们选择逆行出征，白衣执甲，护佑人民生命健康。一万种选择，一万种可能，也许你也不必急着选择。来这里代代传承的复旦基因，可以让你在大变局中看得更高，望得更远。来这里，你将是自由的。我们不替你做选择，但是你将获得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巨大能量。与大师们深入切磋和拷问带来的熏陶，与最优秀的朋辈迸发的激情火花，以及一个个大开的脑洞，沉浸在学校一流的教学与研究条件中，不受拘束，自由探索，遍布世界的优秀校友，告诉你无限可能。我们期待你凿开混沌，辟出一条路，像你的前辈一样努力前程，承担起自己、国家和世界的命运。你的选择就是国家和世界的未来。多年以后，当未来已来，当你回顾过往，可以微笑着对前辈们和自己说：这就是我的选择。心有所信，方能行远。